听到我的声音吗？有，有听到。等一下，应该开一个屏幕，真的哦。因为我的手机跟那个同步一起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凯琳，我来自马来西亚，我是 Laser Beauty SD 的创办人。然后可以哈，然后很荣幸这一次可以参与这个泰国的比赛，然后其实是很有热忱的，很热血的这一场比赛，因为现在这一两年都是疫情期间嘛，其实美业美睫的这个行业已经开始慢慢在淡下来了，在我们马来西亚这一边。然后可以有这样子的比赛，可以再燃起美睫师们的一些热忱，我觉得非常的好。然后谢谢宝莲的老师的邀请，然后接下来喽。好呢，我现在已经评完我的那个泰国比赛的那一个分数，我现在要去吃饭了，现在应该已经2点多了，然后现在要吃饭了。我吃饱了，现在已经2点半了，然后因为我刚睡醒没有几久，然后就刚刚在评那个泰国的那个比赛的那个，然后刚刚才吃东西。今天是8月31号，国庆日，马来西亚国庆日。然后我现在要拍一个朋友的生日的祝福小影片，然后要赶快拍哦，然后发过去给我的那个朋友。我刚刚在我家厨房后面看到这个应该是我爸爸买的 COVID-19 Antigen Detection Kit， 然后我想要来做一下，反正我今天没有什么事情做。然后里面是有这个是什么，我也不懂这个准不准，可是我觉得可能几率没有很大。它里面就是一个盒子，然后一个很像验孕棒的东西，然后这个是什么，这个里面好像有一点点那个液体，然后还有一个这个，然后还有说明书，然后这是什么，然后这个是一个袋子，应该是验完了过后要把它装进去里面丢掉的，然后这个是说明书。刚刚看到这个说明书，原来这个是哦，要把口水放在，就是吐在这个袋子里面，然后再用这个把里面的那个唾液吸起来，然后放到里面去，差不多滴个3滴，然后要吸起来，然后再放下去，差不多5次，然后再把盖子盖，这个小盖子盖上。盖上了过后再把那个液体倒去这个里面，然后等个15到30分钟就可以知道是有没有确诊。嗯，这个是不用堵喉咙的。
后这个打开来，然后再把这个口水，就是唾液，应该可以了吧？然后再混合，然后再把这小盖子盖上。好了，就这样子一个，里面就是有的口水、唾液跟那个应该是药水吧。然后现在把这个打开来，就是这个 kit。然后要把这个这样子滴在，然后再等一个15到30分钟就好了。然后让我们来看看我的 COVID test 的那个结果是什么，有一点小紧张的。我回来啦，然后已经过了20分钟了。我现在这样看是一个颜色的，就是在C那一边。这样子的话，我这边显示是很浅，它的那个线很浅，就是在C那一边，C的那一边是 negative 的，然后是没有显示 positive 的啦。说我现在是安全的，可是我觉得啦，这个东西哦，因为它不是100%准的，所以如果你有确，你有跟接触到确诊的人，还是要去验那个 PCR 会比较好。这种就是可能你在家，然后你一直在家，你可以这样子 test 一下啦。如果你是有接触到确诊过的人哦，尽量还是不要用这个，因为它不是100%的，要去做 PCR 会比较好哟。这个是我爸爸买的，所以我也不知道它是不是真的有效还是什么。不过因为外面现在市面上有卖很多这个东西，所以大家还是要斟酌的使用啦。如果你真的有接触到确诊过的人，还是要去验那个 PCR 会比较好哦。好了，接下来我就是要，我也不知道要做什么了。我要吃晚餐。现在我要吃晚餐。这也要。你快点喝。你做月饼，大吃了吧？那好吃哟、哦！好好吃哦！那好吃，不好吃吗？好吃吗？我吃完了，然后现在是8:02，我等下8:15的时候还要上课。耶、yeah, ，我上完课了，然后现在已经10点多，然后我现在要去冲凉、卸妆了，还有一点点彩妆。我冲好凉了，我没有洗头，因为。很迟，我懒惰洗。我现在要戴牙套。戴好啦，这个牙套，美白牙套，
而不是美白牙贴。带有讲话会比较奇怪一点点。然后现在我要补个面膜，这个是 M Baby， 最近 Facebook、微信都蛮红的这个面膜。现在已经半个小时了，我要把这个牙套拆掉。我今天素颜很丑，我今天的 vlog 就到这边结束了。我看到我素颜，我觉得很搞笑，就在这里结束啦，谢谢大家，拜拜，下一支影片见哦。